完镜头是，我看怎么转啊，镜头。镜头是点这个。嗯，好 ，OK， 行。对，这到时候把前头这段剪了就行。好，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完了，咱们今天又带大家再次来到大英博物馆了，完了，咱们今天的这个具体介绍就是，上午咱们是参观中国馆，完了之后下午是参观伊斯兰馆，我拿耳机说比较清楚，再来，完了之后就是，咱们上午参观两个小时参观中国馆，下午两个小时参观伊斯兰馆，啊，完了，咱们大家就进去边走边说吧。Somebody asked me if we do go in a group. I mean, what I usually do, let's say you use your hands out in this.你别入镜，对，我把你这段给剪掉就行。你现在已经会剪。你不早说。对，你不早说我就跟你说。对，完了这个左边这个是这个，明儿你离我近点，要么我怕说不清。你可以离我近点。完了，就是这个左边这个是那个有埃及馆、希腊馆，完了这里头最著名的那个大英博物馆的那个展品叫罗素塔石碑，它就是三段，一个拉丁文，一个希腊文，一个埃及文。完了，咱们今天呢主要不是参观那个，完了咱们主要是走到那个正对面的那个中国馆。希腊馆啥时候看？啊？希腊馆什么时候看？希腊馆不是一直开着的吗？我知道，我说什么时候？下次，咱们一天就不能逛那么多，所以说咱们就一次。今天没有是吧？逛两三个，对。今天。完了，咱们下午我是今天想讲伊斯兰。准备。几点？几点就是一点半。行，尽量早点，反正。行 ，OK。对。完了，咱们现在就是走到中国馆啊，他比较熟，他在这边老待着。行，你带着走吧，去中国馆。就是那个，就是上次我们是看的那个，就是五号馆，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瓷器馆，是大维德基金会捐赠的那个，它是单设的一个。完了之后，那个中国还有一个那个通识馆，对，中国还有一个那个通识馆，就是有排列，但是好多你看它那个标签，都是台北的通捐，就中国的。Sí, sí, hay cosas.
咱们待会儿我看一下，因为我有点忘了，一会儿我带你。咱们你都看，然后放好放。啊。不理。工作人员问一下，交流一下。不是他不是我记得说今年十月份修完吗？但人家不一定开放啊。那咱们今天上午就参观那个文艺复兴馆。文艺复兴行。啊，行吧。因为上回那95号不让我看过。看过了，看过可以再看一遍吧。可以再看一遍吧。对啊。反正上回我录的。瓷器馆本来就很多东西。对，上回我录的我录的时间有点多。这个在微能稍微看记得也有这个，就是那个墓道到了最后站的那个守棺的时候。钟馗左右站了两边了，就是那个墓道手里边有的按规矩有什么羊啊马啊牛啊骆驼最后站。我第一次来那个大英博物馆的时候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个钱可捐可不捐啊。完了之后呢，我前面那个小伙伴呢，就站在我前面那个人呢，就是我第一次来这儿旅游，我那时候就是初中升高中，第一次来英国旅游，我来大英博物馆，第一个人捐了一个20磅进去，那个20磅在这边是非常大的面额，你知道，就是除了50磅最大的面额。完了那个时候20磅还比较值钱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汇率是1:14，我来的时候，1:14啊，所以说就比较悲催，所以你可以想20磅对于一个学生来讲多少钱。我那个差不多一个礼拜也就花了20磅，完了之后我还差不多那个时候一个礼拜花了，有那么省钱？差不多。完第一个人捐了20磅，完了之后呢，后边第二个人也跟着捐了20磅，我以为那个就是要交门票在那儿，完了每一个人都捐了20磅。自此一伙人都被你影响，都被你影响带偏了。因为这个写着5磅的这个 note， 那个denote 呀，是现在才有的。过去那个捐款它没有写钱数，它就是写你随意捐，啊，你捐多捐少都行。那时候也有投钢镚儿，完。哎，那5磅那个是5万起捐还是只能捐？就是他建议 suggest 5磅，你要是不捐他也不 suggest。他建议你也可以多，也可以少。因为他的这个经费来源主要一个是这方面收益，还有会员收益。主要还是国家给他拨款。我去拿一个那个。拿一个地图看。对。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就是整个欧洲啊、西方啊，这个从文艺复兴啊，一直到启蒙运动，到那个宗教改革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历史。啊，咱们上次在VA给大家讲的是文艺复兴，完了之后呢，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启蒙运动和那个大航海时代，就是这四个是连在一起的，你学理科是没学过。啊，它就是第一个就是13世纪开始，这个叫文艺复兴。文艺复兴有前期文艺复兴、中期文艺复兴、后期文艺复兴，比较长。这个13世纪一直持续到17世纪。从16世纪开始呢，是大航海和这个启蒙运动。大航海和这个启蒙运动了之后呢，是这个宗教改革，啊，是并列的这个时期。完一直就持续到18世纪末期，就是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就全都完成。大概是这么一个历史，看看那个地图。完了我就不知道嘛，完我就每个人都捐了20磅，完我就特别亏。完后来我3次我来我都没捐，但是我基本上每年我来一次，我基本上我都捐一回。我之前办那个会员，就是你办那边会员，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比较便宜，就是第二个人可以半价，就大概就那意思。现在去就是咱们现在去那个。先去那个瓷器馆还是先去文艺复兴？可以先去。完，那行，他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楼，完底下，完了这个呢是右边，完这是你进来的那个主楼，啊门口。哎，我想知道马未都他们去的那个藏品收，就是那个地下的。藏品收藏室，就那个 member room。不是 member room 是那个啥，是有专门的。
就是藏品收藏室。对，它地下的，比如说他们讲很多什么走火了，然后那个藏品上面对有走水了啥，然后什么藏品上面有一只小熊还是什么东西，提醒这个非常重要。对，先抢救这个。对，他就是因为你失火，他不知道哪样东西贵重，哪样东西不贵重，所以消防员他怎么看，他就看有一个标记，他就赶紧拿走。因为消防员他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什么欣赏鉴定的艺术，完看这个贵重那个不贵重，是吧？抢救离门口最近的。所以说他就一般他就是看有标了，他就赶紧先抢救。那走吧，那先去文艺复兴。先去文艺复兴，就在这边。走。他是按时间排的。好。啊，你给我看一眼地图，你们。我以为你找到了，你这就是这个一嘛。我知道在这个地方，给你们，拿着。这怎么现在都改黑白的？过去都是彩色。没钱了，没钱了，都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是这儿。哈哈哈！把你们都给吓了。这个就是启蒙运动的意思。对，这个词是怎么构成的呢？这个英语的词根是 light。完了，这个 e n 呢，就是动词变名词变动词，哦，使之光明，加这个名词性结尾，使之光明，就启蒙。中文翻译的也挺好，就是使你从一个愚昧无知的状态到明白事。当然了，就是从我原来都是启蒙管理。你虽然看它都是西方的这些这个文物和收藏，但是其实它里边也有很多的那个。中国的藏品，就是那个时期人很喜欢和东方进行这个交流。大航海时代。对，完了咱们大概参观一下，完了待会儿找个坐的地儿，给大家好好讲讲这块。行啊，走。这里头要是有人说话，你可以跟我说说他们说的什么，啊，真棒，真棒啊！对，他要是有什么有问题的，可以问问。哦，世博会不是世博会，你跑得太快了，让我留个微信啊！这嚯，这么多美女，行，这都没什么，不是什么重要，走吧。哎呀，给你看个美。在过去就是有什么书信，它这么卷起来之后，啊，卷起来之后呢，它往上放一块泥，它一盖，完了你要是想把那个信打开，它不是干了之后，它就跟顶嘎巴。它是那个蜡烛燃烧那个东西。这边是用印，这边用印泥。这边也用，都用，应该都用。这个而且它应该是家族的，这个家族。它一般在上头都会有两个人互相知道那种防伪，就是它比如这儿有一个道，那儿有一个道。从14世纪。Frozen Age 是啥？铜时代？青铜时代。青铜，就是青铜时代是早于那个铁器时代的一个时期，啊，完了再往前是石器时代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，但是最早的这个定义不一样。最早的这个青铜器是在哪发现的？是在一个国家叫赫梯，它是最早发现青铜和铁，传到后来整个中亚地区，就是在英国呀这个地方，它被起的非常晚。
就这个是那种最原始的。就是最原始的展柜都是这样的一家。哎呦妈呀，尸体！这标本。尸体。一个意思。那个啥。这你拿回去也卖不了，你拿点瓷器还行。就是你要当一个小偷是吧？那个马未都不是也讲叫雅偷吗？你也得懂得哪个贵哪个便宜。你要去，你要是那盗贼，你自己就上了。完一上来，先参观那个叫做北美土著，也就是个鸡毛，毛这么细，白给我。我其实有一会儿就走到那个尽头，有什么唐伯虎的美人什么的。真的？啊，看我忘了打算了。北美你去了，现在几天？蓝牙耳机是点这个，没看呀、啊，好像没看。哎 ，connected，OK、okay。反正这样我说话比较清晰。这个拿普鲁亚当时啊，他特别那个喜欢辉煌嘛，就特别喜欢拿什么金器、银器啊这种东西啊。一般在这个欧洲，如果你要吃饭的话，给你一个金盆吃饭，那你非常贵族体现。但是拿普鲁亚当时在那个庆功宴的时候，闪闪光啊。拿破仑拿了一个铝盆儿，拿了一个铝盆儿吃饭，然后完了所有人都特别羡慕，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说这是铝做的，他当时没有铝啊，完了他们说就是这个铝吃多了容易变傻，所以后来他老拿这个。之前什么奥斯里茨百战百胜。中国过去也产玻璃，但拉不了它那么细。这种玻璃不是水晶，中国的一般都是用水晶。哟，它这个花纹真漂亮。这是属于就是那个平铺直叙的美，就是美的第一档。填实了，多进去，就放一个铁球放进去，给塞满了。完了后边的这是它的那个，就是扳机，扒的那个机关。它上头这儿有一弹簧片，就是你这儿只要一扣住那个扳机，就往下这儿按，完它这弹簧就弹起来了。完它那个上头在那个两个斜杆中间那儿，它加一块那个碎石，就是那个打火石，一打它就蹭出火星来。完一蹭出火星呢，那个火药就进入到这个枪膛了，完了就发射，就往外就发射掉。这么一个原理，这个叫做碎花枪，还有一种是火绳枪，就是没有那个扣，它是拎一根绳子出来。这个就是属于比较晚的，这个碎花枪是十七世纪之后才有的，十七世纪之前你是看不见这种枪的。
枪械的那个发展呢，就是它最早那个枪是没有膛线的，它那个弹道出去之后，它是一个圆球，它这么着打出去了。但是后来的那个枪呢，就是里头呢就给刻上那个膛线，你知道什么叫膛线？就是那个枪膛里头呢，它就是给它刻出这种螺纹的这种印儿。就现在的枪都有这个，你那个枪往外一出的时候，它一有这个螺纹的印儿，它是不是就这么转？它不是就旋转了？要是没有这个螺纹印儿，它是不是直接出去？就直接出去，在空气中受到的阻力大，就容易改变弹道，然后往左偏往右偏，重心不稳。你旋转它重心稳了，打的就远，打的就准。所以这个膛线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，就这么一个原理叫膛线。然后过去的那个弹呀是实心儿，就是一个圆球。之后发展的就是把那个圆球的那个火药啊装在了那个弹丸里，就之前是弹丸火药火药，那后来就是把弹丸火药加在一块儿。而且为了防止它那空气阻力，它把那个弹头啊磨尖了。之前那个，你看之前那都是这样，你像现在那个子弹都是那种长条的，就是为了适应那个膛线。所以说之前的那个枪就被称之为叫滑膛枪，直接滑着叫滑膛枪。有这个膛线叫线膛枪。最早的一支线膛枪叫来福枪，就是19世纪中期发明，法国人。往前之前法国叫毛瑟枪，滑膛枪。你要什么讲什么金银首饰，这我确实不太了解，我也讲不出来。你讲讲枪还可以，哪个好看？这你只能我只能说说哪个好看，哪个不好看。这好看啊，这个。你看宗教题材。这好都很漂亮。啊。东方女性还是西方女性，特别讲究头饰啊，首饰你看那中国那些就是特别大的数码级的那个花帽，西方的。一个学派呢被称之为叫理性主义，就是讲这个启蒙运动一定要讲哲学观，就是它主要是对人哲学上的改造。像其他的话，如果你要看那个黑格尔写的书，就是马克思的很多理论是源于黑格尔。黑格尔就讲了这个哲学呀和一些思想，这个是人的底层的基础。在这之上呢，你比如你分为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，但它都是起源于哲学。哲学的进步和改善呢，可以有助于这个自然科学它的这个思想的进步，比如化学、物理学呀。但你假如说你没有认识到原子这个概念，你比如像现在夸克你没有发现，但你现在需要用哲学去论证它，论证它成功之后，你再去寻找它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在当时呢，一共有两大学派，一个呢是叫做理性主义，它的代表人物呢像是荷兰的这个斯宾诺莎，像是法国的笛卡尔，这些都是这个理性主义的代表，被称之为叫 rationalism。这个实用主义的代表人呢，主要是英国的。上回我想了半天，我终于想起来，这个人叫休谟 ，Humes， 对吧？他其实之前叫 Hobbes， 但是他由于苏格兰语，他那个人不太会发他的音，就管他叫 Humes， 就是有点像那个幽默的意思。当时的这个苏格兰呢和英格兰呢是处于叫做共主统治阶段。现在英国啊，一共是由四个国家组成的，你肯定知道，不考你了，考一考这个同学。英国是由哪四个国家组成的？叫联合王国，一共四个部分。先苏，你已经知道。苏格兰有。英格兰。还有是。还有北爱尔兰，对吧？对，一共是这四个国家组成的。完，他当时的统治呢，叫做共主统治。什么叫做共主联合呢？
就是你的议会是你的议会，你可以决定你的事儿，苏格兰。英格兰的事务呢，可以由英格兰决定，也有你自己独立的议会。但是呢，他们两个共同尊崇那个女王、英王，这个叫共主统治。比较典型的这个共主统治国家呢，比方有荷兰和立陶宛，有那个联合共主荷兰、立陶宛，有丹麦和挪威，丹麦和挪威之前一个国家也是共主，它之间就可以分裂。完了之后呢，就是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，苏格兰和英格兰就是签署了这个联合法案之后，他俩才是正式合并在一起的。所以说现在英格兰有英格兰没有议会，只有这个英国议会，而苏格兰有苏格兰自己的议会。在这个苏格兰公投之后，他现在议会也有很多自己的立法权和决定权。这个苏格兰当时呢，他的很多思想家呢，和这个英格兰这边不太一样。英格兰呢，就是以时间顺序来讲呢，一定要看两个人的书啊。一个人呢叫做这个，一个人是写这个《利维坦》的，叫那个，我看看，我也突然想到另一个是洛克啊，洛克啊，对，非常谢谢你化解了我的尴尬啊。那么《利维坦》呢，它呢主要呢是属于说霍布斯啊，霍布斯对，霍布斯，刚刚讲过吗？霍布斯写的《利维坦》，他是用拉丁语写的。那么霍布斯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呢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他呢活的时间非常长，他一共活了93岁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所以说呢，你如果看他的书呢，你会觉得他精神特别分裂，他有时候特别崇尚君主制，有时候他呢特别崇尚于这个议会制，啊，就是因为他的时间长，所以他思想经常变化，啊，这个人也非常胆小。他呢写的这本《利维坦》，包括是你的写机械是如何运动，是否有涌动，绝对和客观之间的变调，这都是他写的。啊，之后就是洛克，洛克这个人呢，最早提出来了分权的概念。什么叫做分权呢？就是他认为呢，世界上呢一开始只有一种权利，啊，比方就是行政权，啊，从行政权之间呢，他可以分出立法权。他认为呢，他本人是拥护君主的，他认为呢，君主呢应该行使君主的这个行政权，而立法权归于议会所有。议会进行立法之后呢，君主呢是立宪君主制，这是他最早提出来的。立宪君主制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民主政府。在他之后呢，法国的这个孟德斯鸠啊，《论法的意志》这本书就继承了洛克的思想。他呢把这个行政权力呢再次又分出来了这个司法权，啊，司法权呢他认为应该归最高法院行使，立法权呢归国会行使，行政权呢归政府行使。在共就是说，民主啊，民主制啊，君主制啊，它实际上并不是对立的。君主制和什么是对立的？君主和共和是对立的。共和对立的是君主，而民主对立的是独裁。这两个是，就是你君主也可以是民主。比如英国，它是君主制吧，它是立宪君主，但是它里头在立宪可以实行民主。而君主和共和是对立的。共和呢这个词呢，就是 republic 用英文来讲。那中文为什么要翻译成共和呢？就是因为在这个西周的这个末年啊，这个周王啊使啊这个叛乱，当时呢在这个北方呢有一个国家叫犬戎，犬戎呢就把周给灭了，这个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国人暴动。啊，这个国人呢指的是首都的人，这个国在文言文里是首都的意思。首都人暴动了，这个周厉王呢就被赶走了，赶走出都城了。那么这个时期呢，就是其中的两位大臣共同来治理这个朝政，所以被称之为叫共和时期，没有君主啊。所以说呢，中文也利用了这个典故去解释 republic 这个词，就是被翻译成共和。这个是理性运动里其中的这个理性主义这一方面。我其中最想讲的一个人呢，是讲笛卡尔。笛卡尔这个人呢，他的思想呢，我看过他的三本书啊。笛卡尔在他的这思想中，他提出过，他做过三个梦，啊，就是第一梦假设，第二梦假设，第三梦假设。这三个梦呢，第一个梦呢叫做《缸中之脑论自由意志》。什么叫《缸中之脑论自由意志》呢？在理性主义的哲学范畴内，你会经常讨论一个哲学问题。那么哲学问题会有一些基础问题，比如说形而上学问题、物质意识何为本源问题，像是人是否有自由意志问题，
这些都是一些哲学的最基本问题。每一个人出生，你的世界观里，你会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从哪来？我到哪去？我是谁？我是否有我自我？我为什么不是你啊？你为什么不是我呀、啊？咱俩灵魂是否能互换？人死了以后去哪儿？都会讨论这些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？笛卡尔呢？他的解释呢？一种思想叫做因果论，也叫因果律。他认为呢，对于因果论的这个哲学体系里呢，有两个构成的要件，一个呢叫做规律，一个呢叫做初因 （initial causality）。如果有初因和规律这两件要素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形成了。怎么解释呢？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正在发生，比如我们今天四个人、五个人一起参观这个博物馆，对吧？那这件事情会有一些诱因，什么导致了我们在这儿看这个博物馆？你可以想，比如说啊，你需要一个炒饭场，啊，比如说你需要一些学习资料，啊，比如说呢，他是我的同学，啊，你说你需要一个炒饭场，正好我卖这炒饭场，正好我有这个学习资料免费出，对吧？就相识了。完了，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，比如说我对这历史感兴趣，正好这周末我有空来播，这个都是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个结果。那么那些因素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？这个被称之为规律。那么之前的那个原因，它有没有其他的导致它的原因？比如你需要学习资料，比如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什么？你酷爱学习，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学生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假如说你这件事儿，你是一个积极向上学生，和你要资料这件事儿，它就不是原因，它是结果，对吧？那比如你为什么要米饭厂？有可能你是一个酷爱做饭的学生，对吧？所以说你需要米饭厂。那在这个时候你要米饭厂，它就是一个结果。就是你往前不断的推，不断的推，它既是原因又是结果，但是都有两重性，一个事件，这是笛卡尔认为叫因果律。那么在它从因变成果，果变成因，这不断的时间进行序列排列，这个就叫做规律，他认为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这么逆向的往前推呢，你认为导致一个原因一定，导致一个结果一定有一个原因，导致一个结果一定有一个原因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永远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，导致这个世界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笛卡尔把这个原因叫做初因，啊，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二次元的那个初因，啊，是第一次的原因的那个因，对吧？初因，他认为有了这个初因，又加上有这些规律，这个世界就形成。你有可能认为这个初因是生活，是那个宇宙大爆炸；有可能认为是他白洞和这个黑洞之间的这个基点的讨论。所有的物理学家在这个理论物理层面讨论的这个问题，都是沿着这个思想去讨论研究这个初因的问题。今天可以跟大家讨论的深一点啊，比较有时间啊。这个他的这个第二个假设呢，就是讨论的叫缸中之脑。缸中之脑。缸中之脑。钢铁。水缸的缸。啊。水缸的缸。我以为钢铁的缸。啊、他认为呢，就是说呢。脑子的脑。缸中之脑，脑子的脑、嗯，就是把这个水缸里放上一个脑子，人脑子。啊。他做了一个梦，他就是哲学家就是不一样，经常就是做。梦傻了啊！据说啊，笛卡尔是有一次发高烧，所以他一下就做了三个梦，他就成了数学家，成了物理学家，成了哲学家。他的哲学的贡献，他论自由意识，论世界的物质和意识二元性，这是他的哲学贡献。他的数学贡献，平面知了坐标系，因为他发高烧的时候看见病床上有一个蜘蛛网在那爬，所以他想出了平面知了坐标系。第三个，对于物理学上的贡献，他认为在一个物体没有任何摩擦力和阻力的情况下，它永远保持直线运动。牛顿给它加上了一个匀速，所以成了牛顿第二定律，匀速直线运动。但那个直线是人笛卡尔想的啊，所以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啊，这是他的一些贡献。所以说证明这个伟人吧，他发烧吧就是不一样。缸中之脑，水中的脑子，水缸中的脑子。为啥？就是因为他发烧。我正要解释呢，缸中之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呢认为呢。因果律和自由意识是相对的，两者是彼此矛盾的。我比如问一个问题啊，你认为你想好好学习，你就能好好学习？就是说你好好学习是你自己想好好学习，你是有主观意识的，我先要好好学习，啊，我得好好学习，所以你好好学习的，还是由于一些原因导致你好好学习？比如说你爸妈督促你，你必须好好学习，需要答案你，对吧？还是客观因素决定？就是你是否有这个主动的能动性？决定学习这件事儿，假如你认为有主观能动性，那么你就是一个支持自由意识的人。假如你认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导致的，那你就是一个因果律的。
当然这个在从哲学讨论来讲啊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如果有一个绝对对，有一个绝对错，那就不必要讨论啊。我经常和直播间里的这个朋友啊和观众啊去讲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啊，尤其是社会科学，往往它的讨论是不确定，没有一个固定答案。你比如说民主和独裁，究竟是民主好，究竟是独裁好？有可能我认为民主比较好，但我又不能认为独裁好呢。苏格拉底支持寡头制，他认为寡头制就是最好的政体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是允许被讨论的，应该。而且言论自由是指的在这上的言论自由，我的思想是自由的，我可以不断的去写嘛，啊，在不伤及他人的情况下。那么我们接着讲这个缸中之脑，他讲了你是否有自由意志，你是否能决定你的一些事儿。他做了一个梦，他说呢，我其实啊是一个水缸，在实验室里的水缸，别人给我不断的输出信号，比如人有一些客观的感觉啊，你有触觉，有视觉，有听觉，有嗅觉，有味觉，五感，再加上你的第六感，对吧？他认为有这种六个感觉。那么这六个感觉呢，是一个科学家把你的脑子插上一些神经元的反应信号，让你反应出来。你看见这个我啊，我其实根本就不存在，你是别人给你输入的一个信号，他也不存在，也是别人给你输入的信号。你现在听我讲这些话，都是人家已经录好的一个 video， 完了往你脑子里输入的信号。你嘴巴里尝到的味道，其实也是人家给你输入的信号。所有的这些感觉都不是真实的，你其实是在实验室里的一个大脑的培养皿里，它不断给你输入信号，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啊。你想，哦，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但其实你是那个缸中的脑，你现实的你实际上是不客观存在，只是意识的产生。所以这认为意识是本源，这是他讲的。意识是本源的情况下呢，你都是缸中之脑，和谁的思想非常接近？和庄周梦蝶的思想非常接近。庄子曾经讲过，我是我，我做梦梦见了一个蝴蝶，他说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自己，我根本不是庄子，我其实是一只蝴蝶呀。那庄子是谁呢？是我蝴蝶做的一个梦，我梦见了庄子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你每天其实活的都是梦，你实际你人在哪儿呢？你实际躺在床上正在睡觉，你现在做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梦，只不过你做梦梦了70年，梦了80年。那你有时候觉得，你有时候想一想，觉得就是你认为他讲的很荒谬，但你没有任何理由去推翻他。那你有可能就是实验室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一堆科学家其实在观察你呢？有的人讲外星人，外星人其实地球他们就是做一个实验，把每个人都在这儿做实验，他们其实就是观察，跟观察小白鼠似的啊，你怎么动，你怎么动，你怎么动，对吧？这个是他讲的这个缸中之脑的问题啊，这是笛卡尔做的前两。完了，他第三个梦就是做关于平面质量坐标系和物质在不断的运动中，它是保持直线运动。你学过牛顿三定律吗？啊。牛顿三定律，它里头不是就讲直线匀速运动在地球上，这个直线就是笛卡尔提出来的。他认为在没有任何力量的情况下，它永远保持直线运动。我今天讨论的深一点啊，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有神无神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比较费脑，那而且大家很多不愿意触及，就是关于有神也好，无神也好啊，这你既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问题，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本身啊。那么就是每个人呢，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呢，你都会，没有人问你，你就会去想这些事儿，有神还是没神？比如我问你，你说有神还是没神？就你感觉，你凭自己直接感觉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神的存在？我觉得没有哎。你觉得没有是吧？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神的存在？我觉得应该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。超自然的力量，对吧？对，它可以被命名成神，也可以被命名为高的，被命名为安拉，命名为真主，被命名为佛陀都可以。它可以叫做同名的，但你认为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，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啊？我们姑且把它叫做神啊，就是是否有这个神呢？我现在不告诉大家答案，我的想法，我先说一说，就是，笛卡尔他是怎么想的。如果你学这个理论物理的话，你会看这个狭义相对论啊，和那个霍金他写的《时间简史》，90年代发表，2000年啊，在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发展的，但他们的思想根源其实就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，
那么他把世界最开始假设为一个三维的模型，比较简单啊。那么这个世界呢，实际上就是一张网，一张网的状态，就是一个网，一个弹力网。这个网是富有弹力的，在这个网上呢，会有不同的物体，比如说有大的物体，有小的物体这种，但是它们呢彼此就有不同的质量，质量越大的物体，对于这个时间网它的形变产生越大。就是你比如有一张蹦蹦床，我要站上去，这蹦蹦床就站漏了。你要站上去，没准能。这样对它的最柔的那个振动性就比较大。对对对，它的这个弹性。那么他认为呢，当另外一个物体接近这个引力场的时候，如果它的质量越大，它就是加速移动，就跟一个人掉沟里似的，加速移动。如果质量越小呢，它也是加速移动，但就加速没有那么大。啊，这里呢存在一个问题叫逃逸。就是说，你离开这个引力网的时候，经过它的这个中心点的时候，你的这个速度，假如说呢，就是超过它这个质量所产生的引力，你就逃逸了。假如正好呢，它就是穿越的意思。对，它就逃出这个引力网，它可以继续走了，只不过对它的路线有改变。啊，如果要是正好和它的引力相当的，就被捕获了，就成卫星了。啊，如果它的就是看它这个引力偏轴，如果要是它正好就是和它保持在一条线，也有可能就撞击了这个物体。但是笛卡尔的假设是，他当时没有想的那么细，是被后人发展出来的。但是你从他的理论根源上，他会对你讲，就是说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是光速，当光速的速度也逃不出这个引力网，就成黑洞，就是这么一个概念，而狭义相对论讲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不是学理论物理的，所以你要让我再讲特别细，我也没法再讲，我也就是看了几本书。完了，这个你在这个引力网被突破的时候，比如我特重，我在这蹦蹦床上跳跳着跳着把它蹦漏啊，这个就叫黑洞，你可以大概这么理解。那么在黑洞的另一面是什么呢？是白洞。而这个黑洞和白洞相连接的这个点被称之为叫极点。那么它的概念是，这个世界上有物质，我们在高中的物理也好，在大学的物理也好，都会学到一个概念叫物质守恒定律，对吧？比如像这根蜡烛，这根蜡烛燃烧了之后，它的这个物质消失了吗？没有，这个蜡烛剩了蜡油，对吧？它是不是剩了这个氧气和这个蜡结合的产物？比如像这个磷，它和空气结合成五氧化二磷了，它既有磷又有氧，又有氧元素在里头。这个物质可以被不断的转移，不断的变化形态，能量呢也可以被不断的转移，能量和物质都是可以不断的转换的，但是它之间没有任何损耗，这个物质的总量是不变的。这能理解吧？但是那你就会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些人的物质都是从哪来的？你比如说我是肉做的，你比如说我身体里的物质有可能羊肉比较多啊，或者你喜欢吃菜，有可能你身体里菜的元素比较多啊，就是大概这个意思，就是每个人之间的元素都有微量的差异啊。有一个理论叫破船理论，就是一个船从西班牙航海环球远航回到这个西班牙的港口啊。但它的每一块船上的甲板都被更换过新的木板了，那么这条船还是否是原来的那条船？哦，对，我也看过。这是否是原来那条船？就是我们每一天人体在新陈代谢，每一天我都在吃肉，对吧？有可能你吃菜比较多，我每天都在吃肉，那么我身体的元素都在不断的被更新，那么我还是我吗？那那条船还是那条船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不必现在给我答案。那么比如说有一个仙人他去世了，他是一些元素，他的元素到那个泥草里了，或者他那个骨灰化了，对吧？除了木乃伊的那种状况啊，他有可能化在这个泥土里，就是他还是否是他自己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元素之间的组合？那么笛卡尔就提出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那么这些物质是从哪儿来的？就是你说我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，我又可以变成那些元素，对吧？那物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总量？物质的总量在这个所有宇宙里，在我们这个宇宙里，物质的总量是多少 ？EMC 方程，对吧？有这么一个公式，对吧？啊，也是学过这个公式了 ，E 等于 MC 方程，就是 M。乘以 c 方，啊，那么这些物质是从哪来的呢？这个概念，你
要学一些这个弦理论，就是说他认为是物质和暗物质是相对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很多物质，那么在另外一个宇宙里，那个白洞的那一方面就会有暗物质。你听说暗物质这个概念？暗物质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这儿有一个书包，它是物质的概念。假如这个书包拿走了，它是一个零的概念，是空的概念。这里有一个少书包，有一个负的书包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把这儿放了一个书包，这儿成空的概念。就比如说 E 的开放是就是是不是谁成谁就得 E 啊？ E 的开放是 E 的开放还是一样正负一样负一乘负一，这不是初中学的啊？正负一，那负一的开方，谁乘谁等于负一？一乘负一啊？那一乘乘负一，那一和负一不是一个数，得自己乘自己才叫开方。你上过高中吗？怎么？负一的开方是多少？负一有开方吗？这非常好，负一的开方是一啊，复数。是吗？你学过复数吗？没有啊。就实数和复数。我忘了。就是复数开方之后，它得画一个 i。忘了。这个就是复数的概念。应该我们。谢谢你复习高中的。哎，我们这个高中的就是学过，的确学过。一开完之后应该是一 i， 就跟负四的开方开完之后应该是正负二 i， 是一个道理。就这个就是复数的概念啊，就在那个世界里面，它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概念。那么在这个宇宙最初形成的时候，会形成无数个黑洞。那么这个黑洞是最早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从物理学上来讲啊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啊，有一种密度无限大、质量无限大这么一个混沌的状态，成一个点。点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你比如说有一条线，它的这个端点你可以叫点。那么这个点的概念在数学里非常特殊，它既存在又不存在。它为什么不存在？因为你找这个点，它没有位置。这个点，你比如你说这个点它长度是多少，有吗？就你不要想，就是你拿笔尖点一个点，你拿笔尖如果要在纸上画一个点，它有可能是0.03，有可能是0.05，根据你买的笔的类型不一样，对吧？但它是不是有一个大小？虽然它极小，但它有一个大小。而实际上这个点的抽象概念是没有位置，它既没有位置，又没有大小，又没有距离，这个是点的概念。而在这个点之中，又存在一个密度无限大的质量的这个物体，所以它就有巨大的能量。在它爆发的伊始，它是形成一种叫做高斯运动，无规律且连续的运动，被称之为高斯运动。啊，就是用中文来解释，就是热锅上的蚂蚁。啊，就是没有规律，而且它还连续运动。在这种连续的不断运动之中呢，由于它密度无限大，就会形成不断的黑洞，在一个空间里被甩出的物质，而另外一个空间里就相对出了一个暗物质。你刚才理解什么叫暗物质？暗物质就是说，这儿有一张纸，这儿没有东西，这叫空；这儿有一个少纸的状态，这叫暗物质。就是我把这儿填上一张纸，它是什么状态？它是空的概念。就是它这儿有一个少负物质，负状态。你这儿没有东西，它叫空，它不叫负。你得这儿有一个少。我填上之后，它才成空。特别像拼图的那个。拼图的少一块。少一块。啊，你也填上之后，它在这儿空，它才是一张白纸。它是一个负的概念。它是相当于谁比较？相对于。这比较抽象。就相当于没物质。不是没物质是空，它是少物质是负物质。就拼图的空。就你填上了物质之后，它成了空。所以说，那这边有一个少物质，那边就相对出现了一个物质。所以说，笛卡尔他的概念里，整个宇宙的守恒是。零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这边之所以有物质，是因为另外一个世界有暗物质。好虚无啊，是不是？人生很虚无的感觉。所以说，我是讲的比较深的，今天讲的比较深，大家就是深者得其深，浅者得其浅。暗物质对立面叫什么物质来着？暗物质对立面叫物质。物质对的就是暗物质。不是暗物质对立面不是没物质啊？不是没物质。是暗物质，因为暗物质是缺了。就是、你看这儿有一个我这么多元素，比如有一个190斤的人站上，那有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，它有一个负190斤的人站上。啊，无意间暴露提供了，这就是暗物质。那么这个理论怎么证明呢？怎么证明它是对的？
就是在其他的宇宙里会不会也有物质？比如尼亚兄弟去了第二个宇宙，那边也有一个你，对吧？是物质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一个暗物质。你说平行空间的时候，所以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你也可以寻找到暗物质。因为在别的宇宙里要有物质，那它也得守恒啊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就也要有一个暗物质。你们这个世界里也有？也有暗物质。所以说现在这科学家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？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已经发射暗物质卫星了，中国在去年。他已经要去探索有没有这些暗物质的引力场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是这个被证实是对的话，那这个理论就是对的。所以300年前之前，笛卡尔就有这种假设。所以说，你发现这个哲学它是可以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。那个暗物质的卫星。暗物质卫星到底存在不存在？这不是还没探索出来呢吗？你问欧美。那你不是说它已经发射了吗？它发射了，但它还没探索。我知道，就是它这个发射，它这个卫星，到底就从理论上现在，从理论上现在已经证明应该有暗物质。啊，它就测，它可以进行测算，测算这个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在那世界伊始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种无序的。一个点中的无限大密度的这么一个场的存在，由于牛顿解释不了，牛顿说这是上帝之手；由于笛卡尔解释不了，他管这个叫上帝的运动或者超自然的运动。所以说，是否有上帝的这个概念，或者是否有神的概念？假如有的话，它一定是一个造物主，它一定是物质和暗物质之间去拉开的那个。有可能你随着自然科学不断发现，我们有可能有更多的理论去证明这些事情。但是你怎么去解释我们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，物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，目前的这个阶段，我是会相信有神，是会相信有这么一个超他的这个，在他的这个写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这本书里，我等直播之后我会把那个书单发给大家。我上次发过一个那个书单，里头就是介绍笛卡尔写的《形而上学的沉思》这本书，他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维度，就是他认为维度要有耀声，这种耀声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耀声哪？耀声就是把提升说的高级一点，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叫耀声，啊。哪个耀？就是那个光耀的耀。哦。在那个换一个偏旁提升。哦。完了，那这个耀声是怎么产生的？他说你不理解什么叫四维空间，不理解什么叫五维空间。他说你也不理解什么叫做无限维空间，怎么办？我们先理解一维空间，你是知道的。什么叫一维空间呢？就是一根线，一条线段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时间轴。比如说这是今天，这是明天，这是昨天，对吧？是不是可以有一条时间轴啊？也可以叫数轴，在数上表示。这是一维空间。那么一维空间到二维空间，什么叫二维空间？二维空间是一个面，对吧？是一个面的概念，对吧？那么从一维空间如何变成二维空间？他认为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叫做运动论，一种叫累积论。他认为从线变成面两种方法，一种是这个线无限的线在这儿就累积成了一个面，你这个线是无限的就变成了一个面。第二种呢，他理论叫运动论，认为这个线在运动的时候，它所形成的轨迹变成一个面。这个是维度要冲的方法。那么对于一只蚂蚁来讲，在蚂蚁的世界里只有二维空间，没有三维空间，就像在我们人的世界里只有三维空间，没有四维空间，是同样的感觉。蚂蚁它比如说它在爬的时候，它所能感知的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平面，它没有高度的概念。在蚂蚁的世界，那假如说它翻越了一个山丘，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它是你山丘是不是是一个半圆形？你要是走的话，它是走了一个比较长的直线，但是它没有上坡的概念，它只是一直直线走，傻愣愣的走。那假如它撞上一堵墙，它是什么感觉呢？它没有高度的概念，所以它人会认为这是世界的终点。所以说，蚂蚁对于人来讲少了一个维度。就像你如果要看四维空间，你看不到，因为你也少了一个。所以高度是个第三个维度，是吗？对，高度就是它的第三个维度。那么我们用刚才那个理论，累积论可以讲，无限的面在不断的累积，就成了一个体，或者讲是空间。四维的啊，那就是三维的，三维是体啊。对。那体和空间有什么区别呢？体是有限的，
一个三维有限，就是一正方体，就是一个圆体，对吧？什么叫无限呢？空间是无限的，我们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，它是无限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在爱因斯坦他讲四维的，四维的就被称之为叫时空，叫的时间。他认为你按照笛卡尔这个概念，你如果想进行维度跃升，无论是运动论也好，无论是累积论也好，你都需要找到一个核心的要素，就是轴的概念，就是面在运动或者线在运动或者是体在运动，你都要找到一个轴。线是不是运动成了一个面儿？面是不是沿着一个轴运动，是不是成了体了？那这个体已经是空间，那这个空间怎么运动？它沿着哪个轴运动？什么意思？它你如果这么横着运动，它还是空间，因为空间是无限的。时间轴、哦、就是在这个时间轴不是横左右运动，而是在这个地方它的时间进行变化，前一秒有一个我，后一个秒有一个我，在一天之后又有一个我，是不是这个是时间的概念？他们这个轴和那个宇宙大爆发的运动都是一样的，要满足那个需求，就是绵密且连续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秒很短吧，有一个我吧，0.01秒的下一秒也有一个我，0.0001的秒下一秒也有我，这个时间轴是特别绵密的，是没有中断的，并且它还连续不断的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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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限的，就形成了一个时空，这是四维空间。四维是谁提出来的？这个爱因斯坦提出来的。那么你再找到一个轴能把时空连起来，你就能想到五维，你就能想到六维，想到七维，这需要一些哲学思想，最后你可以达到那个无限维的时空的概念，就最后的那个场的概念，它不能叫时空，就是多维空间或者叫无限维空间。那么它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？就是要解决狭义相对论的问题。狭义相对论是不是刚才告诉你是一张网，所以它有一个引力网啊，是引力场。那么假如就把这张网你竖着，是不是也可以放一张网？它的引力是不是就是从左向右的？你如果这么横着放，这引力有可能从下往上的，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设立这张网。这张网在不断的角度都形成的时候，它就形成了一个体。那么你的引力是向四周，是向所有的方向都有的。假如是在一个无限场里面，它就是在所有的维度都进行扩散的一个黑洞。我估计我讲这段，估计所有人都应该退出直播间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人很多。你要不要换？300多人。三百多人啊。比原来人多。要不要换个人呢？说。你要换他呢？他反正再也没干成。对，反正这就是时空的概念。啊。不知道大家听了有兴趣没有兴趣？继续往下。尼哈尔第三个就是讲第三个梦，就是讲直线运动。平面知道不多细。好，大家关于这个概念，可以去看他的那本书，叫《形而上学的沉思》。太形而上了。太形而上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形而下者谓之气，形而上者谓之玄，这叫形而上学。气是器物的气。器物的气。就是你看见一个物体，就像人一样，就是讲形而上学的人讲，一定会讲心，就是他讲心即宇宙，宇宙即心，把自我和宇宙进行同一的感觉。我有个问题啊，所以说，笛卡尔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？他是有神论断，他始终相信有神，但是你发现很多的这种哲学家，他都会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宗教是什么？宗教是去讲故事，和有神没神的概念并不相关。而佛教其实是宗教里比较接近哲学的，因为你去讲伊斯兰教，他会跟你讲什么安拉怎么着啦，完了穆罕默德怎么着啊，对吧？你去读古兰经，你若去读圣经的话，他会告诉你耶稣怎么样。当然，我是一个有神论者，但我不信基督教，但我不能批评人，我不能说这个耶稣是真的，耶稣是假的，人死了之后他还能活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是坚信有神的。但是具体来讲，这个人是否有穆罕默德这个人是否那么神，耶稣是否那么神，这个我不敢说。而且我认为在这个宗教的讨论上，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洛克所讲的论自由这本书，就对于宗教这种讨论来讲，一定要多一些宽恕，多一些自由，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意见，但是你不要去干涉到他人的意见。那我认为耶稣就是真的，你管得着。
那你去想就好了，我不会去干涉你的，你会有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观点，而且像这种一些概念往往是讨论不清，那是否真的有真的没有，你不要去反对人家，有一些宗教里的一些极端派别会经常去反对人，那就是不友善的行为，会讲我是这个教徒你也得要信我，你不信我你就是异教徒，异教徒就要把你干掉，对吧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完了启蒙运动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。现在去哪儿？去中国馆是？咱们待会儿沿着这儿参观一圈，因为我觉得启蒙运动，其实我要想讲，还好多要讲的。但是我看有的同学已经忘困了，所以我让大家走走走。为啥？为啥？你现在只讲了两个人？我只讲了两个人。对。完了之后就是之后这个有机会给大家再讲讲康德吧，因为他的这个内容必须要精力十分充沛的时候，才能比较理解，行吧？那走了吧。你插着充电吗？我们把这个，插着，我们去中国馆。要去中国馆。六十。没事，我拿。就你要感兴趣，这个会更困。不是背上的。行。要是老师上课都经常到这个教室，他让我们来讲一下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，就是说。”就是说我们那个导师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哲学，他都是按章节分的嘛。他有一次他就问我，我在大一的时候上哲学，必修，我们就是学经济学，必须学。那老师他就会问你，你比如你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，你是否在这个博物馆里？我坐教室，老师问你，你是否在教室里？当时他问我问傻了。完了，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正确答案，我们不在教室里。完了，我只回答你在。我回答这不肯定。那一张讲的问题就是论意识的存在性，就是说他是怎么说你？你虽然人在这个教室，但有没有可能你不在这里？让你边走边说啊，边走边说啊，好，行。所以说他客观存在。为什么不在教室里？能听见吧？大家听见了吧？就是说，我们真实的存在的假设是这三点：我们既可以现实本身存在这个教室，也可以不在这个教室里梦见自己在这个教室，也可以本身既在这个教室里而梦见。老师就是这样的，你把所有的都给拿出来。啊，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是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，再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，在这个教室，就是不断的梦，梦框梦，梦框梦，醒来的梦。有人说你声音真的是有魅力啊，声音真的有魅力，多了一个小迷妹，又多了一个粉丝，那个大家那个多给绝对是个迷妹，男生不会这么说的，大家有没有？大家粉丝们可以猜测一下，女性观众多还是男性观众多？他这个大理石啊，他不是说就是拿三块石头刻完就给拼的，他是一块石头刻。找的那个纹路，比如它就是一个夹层，上头绿的，上头也是这色，然后它中间刻，掏就是镂空。对，这里有牛顿的雕像，但是我忘了在哪了。就是你如果要是看那个启蒙时期的那个历史的，大家你看到那些人所有雕像，这里都能找。完，如果你去法国的话，一定要去先贤祠，叫做先贤祠的法语叫做 Parc。学好几遍，就是去祭奠那些伟大哲学家。对，这是汉斯，就是这些人都是启蒙时代特别有名的人。他写的也是好的，我接下来。反正这些瓷器的都是十八世纪以后，十七、十九，嗯，那都是清朝的。
对，都是清朝瓷器。但是清朝人挺喜欢仿古人的东西的，仿的什么青铜的呀什么的。还有宋代。我那天看了一个《岳阳楼记》在这上，我忘了在哪儿看的。但我就是人家写在瓷器上写了一个《岳阳楼记》。真的。嗯。哇，那真好好。嗯、这你看写看这写的那首词啊。那算了。服天地者，万物。你看讲哲学的。光阴者，百代之色客。乃浮生若梦，哎，这感觉你看启蒙时代的，你看是吧？看来就是同时期，就是中国呀，在这个好，谢谢朋友们送的小礼物啊，啊，感谢人家送礼物，你谢谢人家，要不人以后不送了，要不再送一个，再感谢，对，大家再多送啊。这日本的 Japanese， 嗯，其实大家知道这个 China 有人送了你一个吻。哎，感谢送的吻，啊，感谢啊，么么哒。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中国这个 China 和 Japan 是什么意思 ？China 是什么意思？瓷器啊。Japan 呢？哎，不知道。Japan 是漆器的意思。哎呦喂，漆器。什么是漆器？漆器，啊，你都不知道漆器？那我很难解答了。漆器啊。解释一下。你不知道吗？漆器。就是古代啊，用漆做的那些东西啊，漆碗、漆盆那种，对啊，漆红色的，上漆的，一般都是红色的漆器，一层一层的，需要做。哎呀，百度 ，OK 啊，我百度。这个是正统，到了，你知道正统是哪个皇帝吗？好熟，但我不知道。就是土木堡之变被俘的那个皇帝叫正统。啥？他跟呀蒙古人就是打瓦剌。打的时候，土木堡之变被人俘获，叫正统。明朝一共有多少个皇帝呢？明朝啊，一共啊有16个皇帝。啊，明朝有16个皇帝，那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，啊，像是住在密云的朋友就比较关心，啊，应该住在昌平的朋友比较关心，为什么明只有13陵？啊，他有16个皇帝，那3个皇帝去哪儿了？哪三个皇帝没有被埋在明13陵里？我没学过。第一个是明孝陵。朱元璋的坟在南京，因为他建都在南京。第二个是建文帝朱允文，朱允文靖难之役大火烧死了，下落不明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穿越了，看过那个电视剧吧？看到明朝那些事儿。对，电视剧也会讲。第三个皇帝呢，就是正统他的弟弟，他是怎么着了？正统这个皇帝啊被俘走了，被蒙古人给俘走了。他的弟弟叫做景泰帝，继位正统，后人管他上的谥号叫景宗。南明的时候，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给他上了一个庙号，叫做代宗。无论你管他叫景帝也好，叫代宗也好，这个景泰帝啊，他由于他的哥哥又复位了，又被人还回来了，完了他的哥哥不喜欢他，没有让他进这个13陵。所以说你在北京的话，你会找了一个叫做小行，叫做景帝陵，景帝陵就是那个景帝的陵，啊，而13陵里没有他的陵，所以把这三个一扣，16减3就剩13了。这个正统就是一个傻了吧唧的皇帝，要御驾亲征，啊。他们说，觉得博物馆应该聘用你。博物馆应该聘用我，是吧？是。小字写的这个，这写的字都是馆阁体。来，给大家背一遍《赤壁赋》吧。啊，那个直播间里有没有高中的同学呀？你待会儿啊，你以后你高考的时候啊，老师不是说你作弊吗？壬戌之年，你就说我拿这碗喝水，你要把这碗放桌子上，吃完以后就都在上头了啊。给大家，我要是能有这碗，我都不去参加高考。这谁学文科啊？来学文科的背一遍《赤壁赋》。壬戌之年，七月既望。啊，就是大家你看啊，就小学文凭，你看小学经常讲啊，这个七月是念既望还是既望啊？这字，我们当时学的念既望。为什么念既望？给大家讲，咱就讲一第一句，就它是念既，但为什么这个字儿既望是什么意思来了？记着吗？马上，即将。16号，因为望是15号，所以既望是16号，望的后一天。对对对。这个既呀是已经完成的状态，那个即将的即，即使的即，是一个这左边一个艮字吧？右边是一个硬耳刀，对吧？那这个你看他这个字是不是写的跟这样似的，就是建筑的建的上面，这个记字
那这个两个字甲骨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左边这个艮字啊，指的是肉汤。哎，一锅肉汤，这个我特喜欢，对吧？吉有人送了你桃花，哎，感谢感谢送桃花。这个吉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呀，就是跟那儿磕着头，正要吃这碗肉汤，所以是还没发生吉事。这个忌字呢，就是说呢，这左边有一锅肉汤，这个人往后边扭头看，他吃完了这锅肉汤，所以是完成了。这个吉字和忌字从甲骨文的象形在变。哎，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朝代的。这是清代的。清代的，嗯、清代特别流行。清代哪个黄酒？清代特别流行很多清代哪个黄酒？我不敢给你瞎说啊。我当时背的好着呢，这赤壁赋现在也有点忘了。都有人送了你太阳光，有人送了太阳，谢谢，感谢太阳，感谢太阳。不用感谢我，无怨无悔。感谢哇感谢、啊，感谢朋友送我太阳。粉丝们好艰辛啊！谢谢谢谢粉丝们。对，咱们跟大家再说一遍，每周末我都会大家游览英国的各个博物馆，对吧？完，咱们现在目前是在伦敦，以后将来可以计划咱们出游去别的博物馆。城市去看，大家就都关注我。完之后，我会把这个视频上在那个 YouTube 或者优酷上，搜索"丽叔"就行了，叫"丽叔游"这档节目。丽什么那字念？丽叔，丽叔，有点像袁腾飞。都是青铜的，就是上次呢，就是我给大家讲在那个马王堆啊出土的那个背影也不错啊。我上次啊在那个马王堆啊看的那个出土的那个染器啊，就特别像这个哦，就是像是汉代或者汉前的鼎的那个样子，很像这个是吧？对，但这个应该是香炉，因为它上头有这个镇炉兽哦。你一看带水芹的都是，刚才讲一看带水芹的都是香炉嘛。对，对，古人都喜欢拿水芹做香炉。一看水芹就是空气转换器。但是你要说什么鸭子呀？什么叫水芹呢？水芹，鸭子呀，啊、那种天鹅呀。水里的禽畜是吗？对啊，谁在问吗？你在问？我以为有粉丝在问这个问题。只有我读书少，粉丝们都很博学。什么是水芹这个问题？好吧，对的，你看你给我来个定义，你能说得很清楚吗？展示了你的这个文化底蕴。对，就是没什么底蕴。走吧，去看瓷器。有人说水芹是鸳鸯。反正鸳鸯吧。嗯。这还有木乃伊的。但是它的功力已经掉了，不能算剑了。